大家好，今天是2017年的4月9号。今天要来体验这款前阵子出现在 Steam 上的免费作品。然后从名字看来，它应该是你上的一个车款的全景体验。我们来上看啊、哦，啊，您上这个东西就是一台就是车的品牌，我相信大家在路上常看到。哦，所以他是跟 Logitech One 合作的，就是侠盗一号合作，看起来应该是这样。好像是一个全景影片的概念吧，看来是头秒。OK，我看到 Logitech One 是星际大战的那个盗贼一号啊，然后他在写着 Digital HD March 24 Blu-ray。April Fool，所以它的上架日期是配合《侠盗一号》的那个数位版和蓝光。然后这边有看到您上的 logo，看一下 Battle Test。好，来看看，看起来是头秒的。画面上看起来其实有一点点的，跳出来，有一点点的糊，没有到非常细致的程度。您上 test center，Simulation initiated. 手把看不到。OK，这是暴风兵。Watch your back。干嘛？那是哪边打起来？这边。它不只是影片了，它有 rescale 了。Oh no！怎么出现在这？怎么这风格跟那个……他是故意雾化，然后要带那个移动是吗？Driver, get in. Get in，我要怎么 in？我等下转进去吗？好。上看着就好。Sides clear. Warning, moving objects detected. 打打。Initiate invasive maneuvers. 我看他这个应该设计是要给作者体验。Left, blind spot warning activated. 这是搭配自动驾驶。Blind spot warning activated. One spot warning 什么意思？哦，怎么说？它应该看起来不只是用影片，它有用到引擎，游戏的引擎去配合。所以我转头，它方向盘是不是跟着转，还是自动的？看起来是全自动的。最后，大家坐在车上去看《星际大战》的。Congratulations. Simulation complete. 它比例有点大，我看方向盘大概大了很多啊。Ready to go again? OK，那有选项之类的吗？OK，这个是，尼桑它的盗贼一号，喜欢 you missed 的，我们来看看它到底什么意思。所以。这边包含了车的介绍，那这蛮妙、蛮奇妙的。我觉得它这个很适合在尼桑的店的那个怎么讲？它很适合在尼桑的车的怎么讲经销点去做这个东西，这 VR 体验。不过它比例真的是大了一点，这方向盘大概大了2号吧。
反正我位置有差。OK，看来是在讲解前后的一些侦测功能，然后它如何做到自动驾驶。Blind spot warning，盲点，车上的盲点都会帮你提示。OK，好的。所以这是，我就大致上功能我们知道干嘛就好了，因为人家的一个合作广告，互动的 VR 广告应该怎么说吧？联名的。这是尼桑和《星际大战》合作的一个体验式的广告，蛮巧妙的。他用这种方式来宣传他的车有多么多那种可以在甚至可以在战场上面跑的那种意象。OK，这是今天的影片哦，这是 Battletest 尼桑 Rogue 360的体验。好的，这是今天影片，先这样，拜。